面上的家具设计总是单调无趣，不论摆来摆去都令人提不起劲。嘿嘿，La Magia的 Love Story 系列兼具摆设与实用性能，不但简单时尚，颜色出众，组装起来还格外 easy 啊！简单几个动作就能为家里增添不同的色彩，真的是超 happy 的呢！哎，除了时尚摆设 style，Love Story 也兼具收纳性能。嘿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办公室，令人会心一笑的生活小事总是无处不在。在这个 moment， 只要简单几个 move， 一秒就能把心爱的小事物收纳起来，让喜悦与快乐一直延续下去。除了收纳与时尚，La Magia的 Love Story 系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拥有两种尺寸和超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时尚 sense 来搭配颜色，还可以根据心情来调整摆设，有事没事就换个设计，就像玩 LEGO 一样，区区几十块就能让自己成为 perfect 的室内设计师，把家里布置得美轮美奂。 Come on， 谁受得了啊？不买个几十个来玩玩，怎么说得过去啦？简单、快速又够 design，La Magia Love Story。